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玩不是麦块的游戏，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玩 Bandy and the Ink Machine， 班迪还有他的墨水机器。这个是这个系列的第四个章节。我知道这个系列已经变成一个月月更的系列了，但是我们也慢慢的玩到第四个章节了。那在开始之前，如果你没有看过第一到第三章节的话，可以按一下画面中的右上角有一个 Bandy 娃娃，点一下它就可以带你回去到第一章节到第三章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Bob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第四章节吧 ，Go Go！ All right, Joey, I'm here. Let's see if we can find what you wanted me to see. 我没有记错的话，上个章节的时候，我们的 Boris 就是我们的高飞被 Banjo 抓走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搭着电梯。一路从上面掉下来，他不是说好要带我回去的吗？骗我，难过。所以，我猜我们这个章节应该是要救回 Boris 吧，对不对？哦，我在这里唯一的好朋友。好的，这里是 S level， 是 S M 的 S 吗？是在说 Angel 其实很 S 吗？他是有点病娇了。我想先喝一点培根浓汤压压惊哎。我们来看一下 S level 有卖什么东西好了。右边是摩西，我看到有一只 Bandy， 那是 Bandy 吗？在那个地方，就一直闪一直闪。右边是 Giant Coin， 看不知很懂哎、欸。我们直接过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好了。Hello， 我的斧头也不见了，对不对？我好想砍他哦。打得开吗？不好意思，走错间。打不开，一定是开门的方式错了。我可以重新开一下吗 ？Hello， 这里是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是什么邪教啊？模糊不清的声音。不管谁在这里，他一定有一个美好的下午。这可以剪吗？不行。OK， 好，谢谢。好，我们往另外一侧过去看看好了。左边也看不懂是什么地方，档案室吗？这有办法打开吗？不行，没有办法打开。那我们往前。Definitely something missing here. 哦，拜托，那不就是我刚刚看到的东西？想吓我对不对？没有吓我。OK， 往前走，不怕。OK， 打不开。这个时间是现在的时间，很酷。刚刚看到是这个，有了，我们有齿轮了，所以我只要把齿轮嘟上去的话，应该就可以捡到下一个空间吧。哎 ，Angel 也很忙哎，他是怎么穿过这扇门之后，把这个这个叫做什么，把这个栓给拔起来，然后丢在那个地方的？这是一桩密室杀人案件，前面那是什么？很小。哦不，墨水脱衣舞秀，可以不要这样子吗？太多了。He will set us free， 他们会让我自由？不会啦，他们在膜拜 Bandy 耶。好，不要动起来，拜托，求求你。这附近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去看吗？很好啊。其实来娃娃，然后现在又要再脱衣物，这是什么地方啊？档案室，对，是档案室。所以也许我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些有用的资料。有用的资料吗？中间有东西耶，还有一只 Bandy 在那边看我，有一个收音机。这个就是 Alice 的前身吗？I can always tell. Now we want to meet again tomorrow. Is there an opportunity for me? Okay. Thinks he can double jump.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Well, 他为什么突出来？可以压回去吗？不行。继续往前走。隐私哦，这边有一个重要的书。So that's how it works. 啊。也把书本归位的意思吗？一二三四五，五个，我们要找到五本不一样的书。这是什么奇怪的机关啊？凸出来的书都可以用吗？
挺有奇怪的声音哦。等一下，五个。麦亚内啦，你们是去哪？喂，不要这样，真的是哦，不可以小费就直接离开嘞。好，我刚刚还有看到一本凸出来的书，这本放进去。OK， 两本了，凸出来的书，应该很明显才对啊。两个灯泡亮起来，我只要绕着这个圈一直转。你干嘛？要死鬼哦！我的心脏漏一拍啦！哎，不好玩哦。好，外圈我好像绕过了700遍了，我是不是要绕绕看那一圈啊？还是刚刚那一阵骚弄又把一些书给弄乱了？书没有办法拿起来，这本。好，刚刚那真的是很突如其来的。OK， 好，还缺一本，在哪里呀、啊？在这里，太好了。没事，门应该开了。这有点像是在玩那个海盗船哎，就是一个桶子，然后你要把刀插进去的感觉。那我就很衰小，就插到了一个会吓人的。这又是什么地方？哦，好深哦！你看那 Bendy 吗？哎，这个章节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从墙壁后面跑出来吓我的？就像这个家伙，嘿，是我。我看，我们再往前走。你好啊，他被石头吃进去哎。嘿，老兄，你还好吗？这个是什么？可以互动哎。咖啡齿轮、时钟、骨头、咖啡，哈，一台机器，有拉杆。I can get across here if I can find a way to fix this。它坏掉了是不是？修复桥梁。啊，去，哦，哦，那我要丢什么东西进去啊？看看啊，这边还有一条路可以走。这个不像档案室，你知道这个像什么吗？这个像停尸间。只有我这么觉得吗？摩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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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以一个动画公司，我走到死路了，这是什么地方？哦，哦，我做了什么？妈妈告诉我不要拉拉杆是真的，路上的拉杆不能够乱拉。我一直在做，我不知道。哎呀！欸，我制造出一个怪物欸，我要这个，我拿到了一只黑色史莱姆，这可以干嘛？哦，这是墨水，所以这个世界的墨水都是拿来制作东西的吗？是欸，然后我要制作齿轮，这个样子吗？欸，很可爱欸，哇！所以这里都是这样子制造出来的、喔，欸，有点强欸，欸，有点厉害欸。好的好的，那这台机器可以帮我制作一个女朋友吗？我把它丢进去，多一点的话，身材如果要丰腴一点的话，就多丢一点，有没有？过来了吗？怎么感觉起来有点不太牢固啊？哎呀 ，Oh my god！不要往下看，我看一下啊，跳一下，没事没事，跳一下，没事没事。Bendy 呢？在那里。哦呦喂啊！干嘛？干嘛？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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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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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不去！我怎么出去？哎呀！没事没事没事，不怕不怕，还不就200公尺而已，还好啦，还好啦。到河岸的对面了 ，Bendy 还在旁边。
旁边那边看我，反而没有坏事欸，除了一开始的那个Of course 走开啊手手好烦哦、喔、我的 flag 都没有插完欸，我是插一半欸，这个很像鬼屋的那个，有没有？你去鬼屋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类似的桥段。好啦，这又是哪里？ I see you there, my little boy. Angel 的声音。Bendy. 什么？ What is it that keeps you going? 在上面是不是啊？ Is it the thrill of the hunt? The thirst for your freedom? 我要去救我家的 Boris 啦。Or perhaps you're just looking for a little friendly wolf. Better hurry. 这女人真的是很鸡巴欸。Boris is having trouble staying in one piece. 我靠，他的翻译没有翻很好。他说 Boris 正在努力的维持，他还是一整块。我翻的也很烂，就是他。就是 Angel 现在正在分尸 Boris 啊！要求贵哦，不要动我家 Boris 哦，揍爆你！跟你讲，这什么地方啊？嗨，是脱衣舞娘欸，一个而已吗？一个。嗨。他们好像是迷失在这里的人欸。迷失人生的脱衣舞娘，好哦，这可以躲进去，但是我要吗？我不要躲进去啊！旁边这边还有个柜子，柜子上面有写热跟冷 ，hot and cold。那我决定都不去理，我要哦。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么多钱可以一次点这么多脱衣舞娘，有点太多。我知道你们身材很好，不是你们长得不好看，真的不是，只是我真的没有带这么多钱。那个妈妈桑说她会给我最好的，可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好，但是太多。上面写什么 ？No against, he will set us free。好，哇，你们身材真的很棒欸。哦，哇哦 ，OK， 不要动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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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转头，不要动起来，不要看我，不要看我，我没带钱，我没带钱，你怎么了？哦，是不是他们欺负你？好了，我买你，不要哭了。英雄，呼！我喜欢黑肉也不是这样子的，好不好？有点太黑了。我可以转头吗？啊！嘿，看什么看？在看什么看？哎呀！哎呀！哎呀！这左边的通风管会不会看不进去？想说有没有什么彩蛋之类的啊？有的没有的，是 Bendy， 小小子已经不怕你了啦。像这种小小的哪里？啊！走开啊！烦死了！靠背哦，左边还右边呐？左边。OK， 右边。右边，我不讲话了。我决定以后我玩游戏不讲话。OK， 没有任何生物在这里。下面，不是下面不会有东西，我也不会掉下去。对，好。那个咚咚咚的声音是什么？走这里好了。Hello， 啊！你在干嘛？哎，我们暂时不要理他。
至少我知道咚咚咚的声音。那个东西好像那个、哦《绝命异次元》里面有一幕，哎呦，我吓我一大跳。有一幕也会出现，不是也会，也是出现这种画面。心脏，我的心脏，这通风管太长了啦！我走对路吗？还是有我有走对路，我出来了，没那么糟嘛，没那么糟嘛。第九储存室，好大的 Bendy， 什么 ？Demons come true， 哦，不是 Demon，Dreams come true， 我怎么了 ？Dreams come true， 梦想会成真。第九储藏室，我觉得 Demon come true 也是挺酷的啦。那个，我是觉得啦，就身上带个手电筒应该不会是一个太难的事情。你丢在那边干嘛？这边有一个可以就是躲进去的地方。Come up and see me， 可以不要吗 ？Almost there， 就快到了。好哦，地上都是墨水，我们就听他的话往上走吧。所以 Bendy 应该，Angel 应该是很讨厌 Bendy 的。他们可能是对立的，可是他带着我的 Boris 干嘛？然后我就是惹人厌啊 ，Henry 就是惹人厌啊，就 Bendy 讨厌 Henry，Angel 也讨厌 Henry， 就只有 Boris 爱我。建造了想象力，凭借我的汗水赢得了遗产，好吗？高水准的投资者，什么我付钱？但我并不属于你，是你支付给我钱的。所以这个人是在朱一柱底下工作的一个人，很有创造力的一个人。好，我拉一下这个第九储藏间的拉杆，好，这个好可爱哦，这个 Mandy 好可爱哦，有种史莱姆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嘴巴。这个也是他之前创造的，这好像杯子头的那个哦，其中一关，这种游园车哦，所以他是像是设计者吗？看 Bendy 乐园，很棒哎，这个是 Bendy 游乐园，后面这个是山还是翅膀啊？你不觉得把这个东西看成翅膀的话 ，Bendy 像是一只超巨大的恶魔吗？要求贵哦，好，我打开第九储藏间吗？储藏室。所以再往楼下走就好了，还没有遇过太多太可怕的事情啊。至少我今天第四章节还没有叫过，我是觉得还好啊。第三章节已经不怕了，这游戏简单游戏啊。哦，门开了，我是觉得挺黑的啦，就拿着手电筒。哦，拜托 Henry， 地球储藏室。哎，啊，怎么进来又？哦，哎呦呀！哇！哦嘿 ，Bendy Hell， 他后面原本是写什么 ？Bendy Land， 班迪乐园，他把它改成班迪地狱。你坐在上面干嘛 ？Bobby， 拜一下。所以这里是，哎呦喂，这个 Angel 长得有点丑呢。这里是 Bendy 的游乐园。打卡上班的地方，我来上班喽。这里是 Bendy 之前要开发的游乐园，是不是啊？他们在开发的一些游乐园的游戏啊。啊，所以他应该是设计者。酷。我们来这附近看看有什么游戏。哇、哦！哎，这个不像 Bendy 哎，这个像 Nia 里面那个，这个像。This haunted house seems like the way to go, but it's gonna need some power. Hang in there, Boris. I'm coming. 这个像尼亚的那个，我忘记他的名字了。我可以玩吗？这里是鬼屋，太烂了吧！哎咻，哎咻，差一点，再一次。哦，它是灰的时候，你要在正确的位置。哎咻，差一点，差一点。Yay! Are you having fun? I'm sure Boris doesn't mind waiting for his rescue party. 哎，这女人真的是很靠腰哎。好，这又是什么？这感觉就是鬼屋了。我们要去这里吗？还有墓碑哎！我想玩这个，妈带我玩这个。
这个是恐龙哦，不是，这不是头，这个是，我把这个看成头啦，这是某种小马。哎，这个 Angel 真的是长得有点，嗯，汤呢，我觉得这比他原本那个还丑。娃娃，这个是以前旧的设计啦，哎呦，好恶啊，这可以戴吗？不行。其实他在画上挺可爱的，可是这样拿起来是挺恐怖的啦。好，我还有什么游戏？哦，开了，开了，开了。这个是，耶，来玩打靶游戏，看看啊，瞄准，瞄准，咻蹦，可以哦，咻蹦，咻蹦蹦，咻蹦蹦蹦，咻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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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嘿咻！耶！我做到了！我好棒哦！接下来这又是什么？哇，这游乐园好大哦 ！OK， 丢球，丢球！我在现实中永远会丢球。哦，是下去的时候它才会，最下面的时候，我看懂了。Boris， 再等我一下，我快好了。他那个球落在最下面的时候，最大力的时候，哦哦哦哦哦！我去，到到到 ，Yes。OK。干你这个！干你！我不玩。呼吸，呼吸，呼吸！耶！有成就啦！我过了，我过了。奖品呢？我要买奖品。没有奖品吗？好，那我走了。Another day, another dollar. 接下来我们要往这个地方走。哎呦喂呀！哎呦喂呀！是不是这游戏越变越奇怪啊？嗨！哦呦喂呀！我知道为什么你的设计不会采用了。你不觉得它长得有点恶心吗？不要活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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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电线，沿着电线走的话，我们会到。跟着他走好了，好像是往什么声音？好像是往这里走。哦、地上好多线哦！他刚刚说是一个，对不对？也就代表说 ，Oh no， 我们要开四个。什么声音？前面的门打开的声音，研究与设计，我听到奇怪的声音。前面有人呢、欸。Looks like I've got some company up ahead. Have some kind of weapon. I don't stand a chance. There's got to be a way around them. 这附近一定有出路。哦，他们会听声音啦。哦，看懂了，看懂了。看懂了，看懂了，所以我可以丢罐子就对了。OK，OK， 很好。那我的目的地在哪？那边有一个，那边有一个。上面还有路吗？好像没有，可是还有罐子。我多拿一点罐子之后再下去好了。这里还有一罐，这是墨水瀑布。他们是恶棍哎、欸，恶棍三人众，他是绕一整圈的。OK OK， 理解理解，好像走到底了，这样该够多了，超多空罐子的。这个真的长得好恶哦、喔。然后上面写什么
104还是 IOU？ 我欠你。那个是104还是 IOU 啊？先记住好了。好，所以如果我要去那里的话，我先丢左边，还是先这个样子好了。喂，没有用，我找到他们了。对不起，嗨，嗨，救命啊！这里发生什么事？拉杆拉下来。OK， 好痛啊！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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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我知道，我知道，很痛很痛。OK， 没事没事，何不我就直接这个样子丢那里，去那边。不知道甩开他们了没？再拿一个罐子，两个，没有用，啊痛，逃了，够了，对不起，这边只有两个拉杆而已吗？好啦，走开了啦，走开了啦，拜托你们，还有在追吗？没有在追了，坏，找不到他们了，坏，好了，我拉了两个拉杆了。这边有电通回去了，所以代表说，罐子掉了。哦，两个才打开一个吗？好，这次我又开了什么？好，我沿着电线过去看看好了。这边是第一条，这边是第二条，这边是第三条跟第四条，所以我们去第三条看一下，这是通去哪？跟着电线走的话。这条通过来，绕到这里，跟着电线走应该准没错吧？绕上去吗？这是什么小角落啊？绕进来，景点储存，什么叫景点储存啊？什么声音？你为什么要关起来？这个是他以前设计的一些人物设定哎，然后还有一些坏掉的，哦嘿，还有一些坏掉的娃娃。这里好大哦！游乐设施，这种玩的头会很晕哎。那边有一个，啊，他就是那个制作这个游乐园的人，什么抓爆人眼球的机器啊！好恶心的丫丫哦！You are the true architect behind so many nightmares. I built this park. 我建造了一个游乐园。My masterpiece. 这是我的杰作，我的杰作。Now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hrow me out? 所以 Mr. Drew 把他给开除了。太噁爛了吧！他一直盯着我欸！哦，斧头，斧头！我是可以攻击他吗？欸，是小 boss 欸！哦，有了，有了，有了！哇！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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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砍爆一个了吗？还没有，还可以运作。哦，左右两侧都有，好酷哦！啊啊，这一侧，哎呀，砍不掉。有了有了有了，绕得过去另外一侧吗？来不及来不及。嚯！他两侧都要打爆。啊，那个人脸在里面好恶啊！很好很好，幸好他手没有办法伸太长。哎呀！砍爆一个！哇哇啊！等一下！啊！他有点凶，有点凶。可以，冲！撤！啊！
好恶啊！所以他是被开除之后，他心有怨念，还在这个游乐园里面。所以后来 Bendy 没有变成一个游乐园，但他就是游乐园的首席开发师。这个位置，哇，这个战斗设计真的做得好棒哦！慢慢一个一个来，可以可以。他的三只手都只剩下一侧了，我只要再抓到机会，就可以把他的手给打爆。有，一小一小，有一个，跑跑跑跑跑跑跑，吼吼吼吼吼吼！他超生气耶！剩两只，剩两只，还有打起来算轻松，打起来算轻松。只要抓到正确位置就行了。好像来不及，好像来不及，好像来不及，来不及！哇！OK， 把路挡住，他把路挡住了，绕过来，绕过来，绕过来，可以！有有有有有，撤撤撤撤撤！呼！哇、哦，这种废弃感，哇！这种废弃感好棒哦！啊哦 ！OK， 哦，哇！小斧嘞，不，小斧，小斧又挂了，好恶啊，好恶啊 ！That makes three, one to go。他完全不想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表达一点意见吗？好像只是进来拉拉杆一样。然后这个也好恶心哦，这个感觉像是他坏掉的人设哎。我好喜欢刚刚那个美术风格哦，有这个鸭子感觉很恶心，是不是有个卡通也是一个这个鸭子的脸呢、啊？好了，挺好玩的。说真的，Bendy乐园这一集就是一个Bendy乐园的概念呢，各种逛Bendy乐园，我们这样一条线对不对？这样跟着线走，它都布在这个乐园的一些小角落，好棒的感觉哦。OK， 我还没有去维修室看过，对不对？我猜等一下应该是要去维修室，我剩下第四条线，我听到维修室打开的声音了，果然是到维修室呀！啾啾啾啾，火车吗？好像是火车的感觉，是火车啾啾 ，Train Trouble， 不妙，不妙，我怎么进不去？哎咻，这里可以躲，旁边可以走，来，往下走，往下走。哦，又是你，哦，又是你，放硬头啦。对，我不是已经用汤米杠把你轰成蜂窝了吗？好可爱哦。我可以慢慢的走，我只要找到拉杆拉下去就行了。这个家伙、啊，你跟到他后面就不会有事情，爸妈，嗯，除非他突然转头。我先看一下他的，是火车哎、欸，我先看一下他的走路的方向好了，就往右转，慢一点点。这里上不去，感觉需要找到拉杆把这个东西给拉起来。拉杆在哪？拉杆在哪？跟他保持一点距离。就不太会有事情，慢慢来。我不知道他对声音敏不敏感，好像还好。他比较是视觉生物。啊！是你个头啦！不要！啊 ！No！ 好、哦，再见了各位，再见了。
No! No! 莫西，莫西，莫西，他不见了，他刚刚在我后面的，他刚在我后面，我刚后面还有闪光哎，这是什么？这是拍照的那个地方，我可以拍照吗？什么 ？Look， 可以吗？哦，我得到成就，哈哈哈，挺可爱的。好看，我棒棒，我棒棒，超勇敢，都没叫，喝个培根汤压压惊。所以我现在要去哪？我可以下楼了，对不对？我可以下楼，我可以下楼了。我刚刚以为要找地方躲、欸，所以我拉下来，应该就已经把事情做好了，对不对？电梯控制装置，我可以回去了吗？我棒棒了吗？可以，我可以回去了，可以吗？好像可以耶，耶、yeah, ，棒棒棒棒！啊！你干嘛？你刚刚明明就不在我后面。完了，很近，很近。哦哦，哦哦，哦哦，锁定了。哈？还是因为这个家伙是，这个家伙是 Alice 的手下。可是刚刚 Bendy 也有看到我哎、欸，他刚刚有转头，然后看一下里面，然后再拖着尸体离开。哦 ，OK，OK， 好，嗯，他爬进墙壁里面了。谢啦 ，Bendy， 谢啦。现在已经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通通都讨厌我。我去拉拉杆，不要欺负我。我怕，还是这是一种病态的爱，他爱我爱到其他人不能够干掉我。好了，我做到了，我真棒，拯救 Boris， 很好很好 ，Boris 我来了，鬼屋。什么东西 ？Turn back！ 什么东西啦？哦哦哦！鬼屋的音效啦！鬼屋的音效啦！好，走吧，我们进去吧。他叫我们转头、欸，哎，这是那个子弹列车，这是那个有人车的鬼屋，好酷哦！我超爱做这种的、欸。哇哦！ Come in and pretend it's all just a bad dream. R.I.P. 哈哈哈哈哈！会被滴到啊！ How so much can fall apart so fast? We never really had control. Either you were in someone's pocket.Or you were putting someone into yours. Wow. I just wanted Boris. What was promised to me. I just wanted to be beautiful. Surely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Henry. Why are you here? We're all dying to find out. Wow. Do you just enjoy the terror of the drop into hell?我怎么觉得这扇门打开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啊？哦哦，他叫我握紧一点。
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我觉得不妙哎、欸，我觉得不妙哎、欸。哦，这什么地方？哎呀，那个是，那是 Alice 吗？不对，钟楼馆子没看过的角色。哦，钢琴会自己弹吗？培根弄汤，培根弄汤，我喝到了。坐车可以喝东西吗 ？OK， 没有什么太多恐怖的东西。Go go go！ 目前还蛮 chill 的。这是去哪？Boris！ Oh no! What has she done to you？ 嘿，老兄！嘿、hey, ，你还记得我吗？干、啊、嘛？不！他把高飞兵布鲁脱了啦！他把高飞兵布鲁脱了！哇！不！哇！他怎么打败他、啊？他怎么了？他吐了！干嘛？机器！我可以做什么？杯子、零件、奇怪的东西。OK， 回避。你不要把那个机器撞坏！我要这个！哎呀！给我！太慢了！啊！哎呀 ！No！ 哎呀 ！Boris， 对不起！哇！你！哇！不要这样啦！你还记得我是谁吗？啊！哇！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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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呀！哈！哈！哈 ！No！No！No！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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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跑不掉啊 ！OK。No. 骨头，有骨头，啊，有骨头，骨头有用吗？等下试试看好了，等下试试看。Come on, come on！ 在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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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Come on, come on！ 啊！啊！骨头，怎么是杯子啦？白痴哦！哦哦哦哦！哈哈哈！啊！切！这啊！我没有拉杆，我没有拉杆，拉杆。No！ 加！OK， 慢慢来。OK，Nice。Boris！No！ 不行！人呢？他在干嘛 ？Oh my god！ 你不要
在做这种死了！我靠哟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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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啊！正当他搬车子的时候，正当他在搬车子的时候，可以，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啊？这个时候，呀！Boris， 不，不，啊！原本的爱丽丝，哎，哇！结束了吗？结束了吗？结束了！我搞不懂了，我搞不懂了！天哪！我搞不懂了！包人才活着哎、欸、！Alright，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干到这。这个是Bendy and Inversion 的第四个章节，接下来第五章节就是这个系列的完结篇了。大家还期待吗？超期待，超期待！Alright，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干到这喽。希望猫粉会喜欢 Bendy and Inversion， 班迪还有墨水机器。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那我知道，我们下一个章节，最后一个章节再见。See you guys， 拜拜。